我们下个叫的电池叫做铅电池。铅电池是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，这种可以重复使用、可以充电的电池叫做二次电池。二次电池 ，OK， 重复充电使用称为充电电池，或者是二次电池。像我们要教的铅电池，所以会简单带过去的锂电池、镍镉、镍氢电池，我们会简单带过去。好，我们重点是放在铅电池，然后这里就有两个反应。一个是放电反应，放电反应就是化学能会变成电能，还有一个逆反应，反过来充电，或者就是给我电，然后变成化学能。这也是一个简单小问题，可是有人会问，问你说这是什么能变成什么能？放电的时候是化学能变成电能，充电的时候电能变成化学能，充电的时候电能变成化学能，就是它的这里有牵涉到两个能量的转换。A 能量变成 B 能量，或者是 B 能量变成 A 能量，放电嘛，产生电嘛，所以产生电能。我透过化学反应产生电，所以是化学能变成电能。充电嘛，你给我电嘛，所以是给我电能，然后我转成化学能储存起来。所以这是个简单的小事情。那刚刚跟你讲了，我们要讲的东西叫做铅电池，铅蓄电池叫做铅酸电池，因为你们要加硫酸，所以叫做铅酸电池。长相长这样，看一下就好了。然后重点是你要背，它里面有个板，都是平平的板子啊，啥叫板子？来，正极二氧化铅，一要背是一，谁当正谁当负？正极二氧化铅，正极是二氧化铅，负极是铅。好，重点一，谁当正谁当负，谁当正极谁当负极 ，OK， 正极是二氧化铅，负极铅，然后泡在一个电解质中，这个电解质是硫酸，稀硫酸，硫酸，所以它叫铅酸电池，因为它泡在稀硫酸里面，酸性和酸性硫酸里面 ，OK， 所以谁当正谁当负，然后泡在稀硫酸当中 ，OK， 好，第一件事情背完了，谁当正极谁当负极，谁当正极，谁当负极。二氧化铅是正极，铅是负极，泡在硫酸里面。然后再下来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写了一大堆，不用背，太高兴了，不用。但是要知道产物，正极二氧化铅产生硫酸铅，负极铅也产生什么？硫酸铅。所以正负极的产物通通都一样，都什么玩意儿？硫酸铅，不需要背，不需要背，你要背我也没意见了，你要不要背我也没意见，但是不需要背完整的化学反应，但是要知道它都会产生硫酸铅，它都会产生硫酸铅。OK， 第二件事要背的叫做正极半反应跟负极半反应。OK， 正反应，然后呢？重点要背，都生成硫酸铅。刚跟你讲过了，这件事要背，整个反应不用背，但这件事要背。好，都会产生白色硫化硫酸铅，附在基板上面。好，这就是第二件事情，谁当正谁当？对不起，正极半反应跟负极半反应。然后呢，质量是在减少，都增加。因为铅变成硫酸铅，二氧化铅也变成硫酸铅，都变多了。Pb 变成 PbSO4， 多了 SO4；PbO2 变成 PbSO4， 多了 S 跟多了 O2， 所以都是增加了。所以质量增加还减少，通通都增加。颜色它没有颜色，所以颜色没有变化。然后浓度，硫酸浓度会减少，因为它反应掉。硫酸浓度会减少，让它反应掉，它反应掉，所以硫酸浓度会减少，硫酸浓度会减少。OK， 反应好。铅电池是可以倒过来，它可以充电，它可以充电，所以给我外面的电，我让它反过来，然后就会得到所谓的充电。充电的时候要背这件事情，负极要回来。负极要得到电子，反过来本来失电要得电子回来，正极是要失电子，所以由此可知正极要接哪一极？正极
别人是电子正电流的，负极是别人负电流过来的。负电流过来是我要得电子的，我要得电子，我要接哪一极？负极嘛，对不对？我得电子是负极，所以呢，电源的负极要接在负极。可是人家考试不是这样子问的，是要问你要接铅板还是二氧化铅板，你要背清楚谁是正谁是负。所以正极要接正，我们讲过国中都很简单，正接正，负接负嘛。所以正要接正，正是谁？一比二，对，必须要接铅板。OK， 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有人是问你要正接正，负接负，但是我们通常问你说是要接二氧化铅板还是要接铅板，你就要记清楚二氧化铅跟铅谁是正极，谁是负极，谁是负极。OK。然后呢，他当然是也会有反应啊，所以重点是什么？就倒过来嘛。他们的产物都是谁？产物都是硫酸铅，变回原来的东西。所以正极是从硫酸铅变成二氧化铅，负极是从硫酸铅变成铅，就是知道这件事。可是他会倒过来，他就会倒过来走。好，倒过来走，就是要把它记下来。我会反过来，谁变谁，就是。所以铅电子一个重点就是，它考试要注意，它问你的是充电还是问你的是放电？它那里问你充电反应还是放电反应，你要看清楚，问的是哪一个？因为它有两个反应，一个充电，一个放电。我这里写的是充电的反应，跟放电相反，跟放电相反。然后呢，当然它也会有方程式哦，方程式当然也是不用背。方程式也是不用背，就是你要只要记得产物就好。刚刚讲过了，前面的半反应你不用背，你只要知道产物都是谁，硫酸铅。这里也是不用背，这里也是不用背，就是要反过来。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背，就是充电的时候用什么电？要用直流电。充电的时候用直流电充电，它才会有正确的。固定的正极跟负极，才会该得电子的就得电子，该失电子的就会失电子。所以要记得，它要接的是直流电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充电的时候要用使用直流电。OK。